大学室友忘带钥匙。你在哪里啊？在食堂吃饭呢。怎么了？啊，我没带钥匙。那怎么办呀？我问问别人吧。湖北武汉。哪位啊？我田佳怡。啊，咋的？你在哪里？我在食堂啊。我没拿钥匙。那你来拿呗，我在食堂二楼。你还有好久啊？不知道呀，我们刚坐这。算了，我过来拿。行。你在哪里？我看不到。哎，这，咱坐那么偏，你们在一起吃啊？你们拿钥匙啊？等一下给你放桌子上。